多谢主持人张教授，甲咱在场的文艺主席吼，啊，佮陈教授，啊，咱老主任洪教授甲谢主任，啊，各位贵宾来考察。今日真欢喜啊，有这个机会当来遮甲各位报告啊，即个有关外交政策的一寡代志。自从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后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即个咱的有正式邦交的国家，一个比一个一直少，一直减。甲国民党政府也好，民进党政府也好，拢非常重视即个有即个正式邦交的国家，因为啊，不管剩几个、剩三个、五个、十个，这是代表台湾一个主权的一个宣誓。所以过去也好，阿扁政府也好啊，都非常重视。啊，即个外交官，因为上大部的外交官上大的职业啊，入去外交部以后啊，唔是讲要做部长，伊讲有一天啊，我会当来做个驻外的大使啊。啊，伊安尼做外交官哦，一生都满足啊，都好啊。所以啊，即个外交官派去外口以后啊，拢非常认真，非常爆表。真侪你无邦交的国家，大家都拼命讲要甲即个邦交啊，甲即个国家的关系维持好。啊，是毋是有一天会当甲争取讲来甲咱做真正的朋友，来甲建交？哇，这也争取到，这对国家也好，啊，对台湾好，对个人也好，对外交部也好，拢是非常好的代志。佮去接这个有邦交国家的这个外交官啊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啊，欢喜啊，就是讲啊，去做驻外的大使。啊，因为比如讲无邦交国家啊，咱普通讲代表。啊，去正式邦交国家啊，都真正是 ambassador， 就是大使。啊，这个大使就是等于一生的这个。即、这个荣衔啊，不管你退休以后啊，那么叫你大赛，啊非常好。啊，烦恼是啥？做邦交国的外交官哦，的大使哦，伊最大的梦魇就是早起起来，哎呀，那伊个五星旗个升起来啊，哦，端高去啊，哇，这都代志大条啊，伊就变大赛变做断交大使。啊！伊转来吼，转来外交部，转来国内吼，拢抬不起头来。所以啦，为了要顾这个邦交啊，啊，大家是非常用心。哦，除了甲这个政要吼，啊，你即个包括总统还是总理哦，部长啦、议员啦、等等啊，啊，爱去培养做一挂交情以外，啊，甚至也只较重要人物的边啊，哦，书记嘛好，工友嘛好，用人嘛好。哦，你嘛爱去介迄啰跑官，不一定大使爱介去，你才必须都爱介去啊去介迄啰周旋的去啰，啊有啥消息啊都会甲你讲。啊，因为大陆迄边、中国迄边会一直来招这个咱的邦交国，讲比如讲啊，即摆迄啰上海有迄啰世界博览会啊，然后邀请恁总理来看，啊，即个国家上诶，这世界博览会我。但嘛，想要去看咧，哦，比如讲，哦，广州有什么交易会哦，商展上，啊，我请恁迄啰贸易部长来遐行来看者，哎，那会心动啊未？绝对会心动的嘛。啊，但是咱有一旦有即款的类似即款的风吹草动这个消息来，咱就爱拍马上去道德劝说啦，哦，就爱去说爱讲啦，卖去啦，咱台湾该安怎去甲沟通就对啊。啊，就是尽量哦，来避免讲即款的代志会发生。啊，大家咧做啊咧，就是一道一道的即个堡垒啊，啊，拢安尼甲建立起来。啊，但是卖叫上去以后，讲外交收兵，即、這个堡垒啥，即四字落去，即、這个政策落去，破功啊，拢破。你所谓防卫，伊就是自动缴械啊。较早你过个要死，个你即摆你自动缴械，导等于导航嘛。这是外交上面，我的解这个解读就是投降外交嘛。
哎，唔，那讲迄个，你讲迄创业以后，你外交人员，即、這个心房嘛破去。伊即外交小兵，叫你讲啊，外交小兵啊，外交部即人讲啊，安尼较省代志啊，拢较闲啊，无代志做啊。啊，伊都反正诽谤了国啊，变去想要讲个，又要来搁做好朋友，做政治个唔免啊，咱就多啊混就好啊。甲放假过啊，反正啊，我叫什么嘛，拢卖啊，拢卖蛋糕啊，过心都放去啊，过心拢放去啊。啊，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代志。啊，伊个我叫小朋友，伫我所在外交部的同事，大家唔敢讲啥，但是你啊注意看，有人讲啊真欢喜无？我看嘛无咧。过去中国伫国际社会对咱是一个打压，甲非常厉害，啊，非常粗鲁，啊，非常凶狠，完全无必要你留一条路互你行。啊，今日这个外交修订政策落去，衍生的问题非常严重。啊，比如讲，伊即摆去非洲访问的时啊，甲甘比亚有签一个联合公报，啥内容，啥无啥内容。啊，结果伊就伊讲，希望就是世界各国啊，会当分享吼、哦、两岸交流所带来的繁荣利益。我唔知咱台湾总统去底下不哩讲两岸交流，我讲会带来利益。咱甲中国哩交流，互咱台湾的人才、台湾的技术、台湾资金，拢一直留大陆去。繁荣是啥？即马繁荣是大陆一直繁荣。即话台湾的经济愈来愈歹，啊！伊甲这做伊联合公报的一个内容，嘛足奇怪。啊！伊讲，嘛伊讲不阻止友邦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。过去咱过去是冻啊要死，即摆是主流讲无紧啊，反正阮都甲中国咧交流啊，你嘛去甲伊交流。啊！即个邦交国甲中国交流落去。中国资源是比台湾大足多个，伊诱惑力嘛加足大个。你讲较早讲台湾讲财大气粗，咱即马伊咧一支砖头就比咱一个大腿较粗啊咧。你要安怎往这个拼？我你嘛即马在开放哦，发展经济交流都你入去啊。啊，不管是会变，该马英九的想法是讲啊，只要我甲中国有默契。哦，啊，大家互相慢性就好啊。哦，伊个讲安尼真欢喜讲，经济的消息啦，已经有三个邦交国要甲中国建交，啊，中国甲讲甲拒绝。哇，这听国较危险。咱知影是三个，后壁几个唔知影。短短四年，一寡国家都要走，是安怎？因为这邦交国，你即马甲伊交流，甲中国交流以后，我相信真侪人拢想要落跑，因为伫国际上支持台湾的毕竟是较少数，是归我大兵，人都特别想要走去。甲讲三个后壁，毋知几个要你想法，佫毋知。甲你的凭借的是什么？完全是爱靠中国的所谓的善意。那哪天讲他不善意呢？一摆拢收伊，啊，即摆才剩二十几个吧。伊一摆就收伊，我想即摆四年啊，即摆国过四年啊，佫继续这样发展落去。后期会变安怎？可能无半个，啊，可能马英九也不在乎啊，伊想用往中华台北就好啊。所以这个外交修兵啊。实在是非常会造成非常这严重的这个结果。爱讲外交修兵哦，对于这个人道援助、文化交流，加这个缔结和平有更大的空间。伊这逻辑我实在是我切读无多，我想无啥有。伊外交修兵加人道援助的多少发展的空间，那我告诉你影响。过去无修兵，根本就袂使人道援助加这个。文化交流嘛，所以伊用个逻辑啊，足奇怪。啊，
另外一个我提起了，因为我伫斐济做过代表，所以对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国家啊比较较熟。甲咱伫南太平洋有六个正式的邦交国，哦，拢虽然拢唔是讲真大国啊，但是拢不离好的朋友。啊，尤其当这边总统的时啊，啊，对这个南太真重视啊，主要去遐访问以外，伊有。来促成从一个台湾甲南太岛国的这个高峰会，啊，所谓高峰会就是甲定期甲这些总统拢叫来，拢叫来。噶因为台湾虽然甲中国比起来是小国，啊，但是甲这些国家比起来，咱是大国，啊，就小可有老大哥迄啰感觉吼，啊，就招这些小弟仔来，啊，台面来开一个会，哦，看伊这地区。有什么需要无？哦，因为因为国家真小，但是因占的海洋啊非常大，因为因拢是拢几百个小岛组成的国家，而且几百个小岛扩展出去的迄个海域哦，非常非常大，所以资源啊，海洋的资源啊也非常好。啊，因国家省啊，因嘛无像样的捕鱼业啊等等，啊需要像讲台湾这来出来个整合。哦，啊，咱甲这个高峰会变作多边的这个会议，啊，个一个好处就是较袂有中国这个各个击破，因为哦，支持台湾是少数啊，但是咱即几个建筑会，啊，个有咱五六个国家伫支持台湾，啊，叫来开会，哦，台做一讲，啊，袂讲一个叫搞去，啊，但是。马英九拢嘛停掉的，即、這个高峰会拢嘛停掉的。因为我甲即、這个在南太岛国驻台湾即个大使啊，啊嘛继续拢有往来啊。伊毋敢讲伤济啦，伊就讲一个感觉，伊讲即个马政府吼，讲啊很难续啊，比较不重视他们啊，比较不重视他们。啊，因为这些外交官。话袂当讲甲伤白的，伊就差不多讲甲遮，我毋知伊意思。就等于也都应付啊。啊，我看即、這个马英九去访问南太平洋时嘛是大概7天6夜哦，都六个国家拢一摆个恳求，一摆个解决啦，都去啊几点钟点者，哎，早应付就对啊啦，我可能。有这款的感觉，所以讲啊，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外交政策啊，实在是应该是出真大的问题。啊，另外就是过去阿扁政府的时，对于加入联合国，因为以台湾的名义来加入联合国，会使讲非常积极，啊，用台湾名义来参加。即、这个国际，即个国际组织，像讲世界卫生组织等等啊，啊，拢非常用心，啊，非常积极。啊，主要就是即、这个凸显咱台湾那个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啊，当然，咱嘛知影讲，咱去申请讲要去入联合国，可能一年未过，两年未过。啊，但是即个声音爱好继续嘛。啊，即嘛慢下拢袂讲啊。规拢等于拢无去啊，迄拢变，伫过去外交无上重要，但是即摆变拢无重要。啊，过去咱利用即、這个在有邦交的国家，哦，替咱提案、替咱发案，从啥啊？即摆拢现行拢免啊，免你讲啊。啊，即摆即个情形啊，啊，即、這個、非常非常无好。另外，伊即摆去非洲啊。啊，即、这个去布吉纳法索，啊，本来是讲要给伊60万欧元，哦，援助难民都讲好啊，又去到遐叫总统国的，佫追加160万欧元援助，佮去甘比亚哦300万美金，讲伊解决粮食问题，他是雪中送炭。哦，啊，人啊笑讲，你遐非洲雪中送炭，啊，台湾人民在家烧炭，
而且，因这这金源，我只我刚刚提出来讲是讲，我感觉这金源呐、啊，是当然是有一定的必要性。你别来讲啊，这种唔好啊。这原来是因为咱这台湾地各地处境，你有当时要交钱，你有嘛是爱开挂，这无可厚非。啊，不过当初骂政骂是，你批评咱迄啰。民进党政府也是讲啊，你凯资外交、支票外交，那讲甲真歹听。啊，到你做，啊你嘛是，你嘛是安尼，嘛是加减啊拢爱出去啊。所以讲咧，伊对这个批评啊，啊实在真无适当。啊，伊去这个非洲讲起来。我一般人的印象就讲，阿去非洲弄啥，阿去狐狸顶针比赛，狐狸顶针，哦，对，你头一个印象就是安尼个呀。啊，出来做啥？是啊，你真正去问起来，无几个人知影。啊，真侪代志，我是讲，即摆要来发表这个，我阁建议上网查，讲哦，你有去从啥从啥从啥？有时啊，嘛拢大家印象中拢无错。阿伊去啊，嘛是刚刚，阿只非洲只应付者。啊！伊本来要访问四个国家，结果其中一个圣多美，迄、那个讲总统讲无伫个，啊，就等于就是相遇就歹见。啊，是啊，这地外交上即款代志并不寻常。讲你国家元首要去访问的时，这作业拢真早都拢已经安排好吼，双方的迄啰元首啦吼。这时间都已经摆好，啊，尤其大龙山，即个台湾嘛，就出去啊，拢会炸弹咯，红包拢会炸一大包。啊，伊即摆要项羽，连只红包都歪起啊！这内底即个内容哦，唔是遐单纯啦，唔是遐单纯。我看这嘛是炸弹要炸呀，炸弹要炸的。啊，伊即摆嘛是阁继续讲，宣传讲伊这。这个外交修兵哦，而且什么活路外交偌好都偌好哦，这实在是这个问题真大。而且过境外交即摆经过孟买，还去加济油，甲去啊，这嘛真好啦。啊，我伊过去嘛是批评讲，这个阿扁啊过境外交、民航外交啥点，人做落去啊好，人落去去，佮政要见面通常啥点。哦，比如讲，两千零五年也是去访问南太平洋，啊，新沙去飞机来访问，人去骑飞机落来，暗地探头去，哦，去官员来吃，啊，去饭店迄啰地域通关，饭店迄啰摩托车警察摩托车开到，啊，暗时啊政要啥拢来，哦，副总统嘛来吃菜去等等，哦，这毋该是过境外交，从新沙甲大家交陪者，啊，而且加侪有啊。过去嘛，到要死啊！即马你爱加侪油者，啊，你讲有点沾沾自喜迄落味道，我感觉真注意啊。噶结论啊，就是即个马英九即个外交修兵的政策哦，实在非常令人担心呐。噶你噶注意看一下，讲话讲不阻止，即友邦介伊发展经济关系啦。哦，这些两岸交流，大家共同繁荣，加等等，你怎啊看起来？伊这外交新的本质到底是啥？我认为主要头讲的这投降外交以外，都是等于是一国两制的外交。你规这台湾主权都被压抑，该想讲后摆我们这什么中华台北对当呢？出去参加这些国际组织上，加你所谓这邦交国，啥拢是爱靠，完全爱靠这个中国的善意加施舍，加一个的外交，敢会当安尼做嘛？所以未来过四年啊，阿姨即摆唔知要过做法什么程度啊，实在是让人真烦恼啦。我相信这外交哦。是应该不分这个哪里啦，因为这外交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。啊你不管你做哪国策，绝对袂使损害到这个国家的利益。啊，我认为这外交
休兵啊，啊，会严重的影响到这台湾国家的利益啊。好啊，以上报告做个家，谢谢。嗯，多谢哈。啊，对啊，对台调，啊，不对台赛哦。伊头讲到讲几点，就南太平洋当中大家班交国，啊啊，边个时代是那种高峰会议啦，啊，即摆已经无开啊，啊，表示讲实在是两个总统对南太平洋的重视哈是无同的。啊，第二个讲，像圣多美奇的是，迄总统不爱见啊。见这马英九啊，表示外交有危机啦。啊，表示讲这马英九做元首外交的时，所拄的问题和麦这阿扁时代困无同吼。啊，两人挂钢琴，但是无同的所在吼。啊，所以这个金元外交到底是安那处理问题？啊，这个贵代表也要提出吼，因为台湾是个小国家啊，所以对遐小国家本身的是台湾是他经济较好，啊是利用。金元外交来巩固邦谊吼，啊，这個、问题。啊，另外伊要讲过讲这个外交修边的问题吼，啊，是啊，外交修边啊，不一定是爱外交修边呐，因为足侪国家的关系，唔是讲外交修边就会当维持较好吼，啊，维持较歹，来提出这观点啦。因为马英九政府吼，啊，甲外交，外交部长拢讲过啦。讲台湾哈，诶，外交是以两岸外交为优先的外交政策哈，就意思讲台湾维持中国和平的关系，作为马英九政府的外交上重要进程。所以外交这边意思讲，不爱和中国冲起来哈，啊，维持这和平关系时，看台湾伫国际上诶外交如何啦，这是马英九所想的，啊，所做的。所以外交这边啊，其实就是讲对中国诶。请中唯一一条中国的这个路线，含着中国的外交，为此以后啊，其他外交就收边啦。而且外交这边几年来改水哦，啊，所以外交这边实际上就是马英九哦，必当来吼，咱来看签 X 化，啊，袂讲讲一国两制，这有关系的。啊，这有关系意思讲，马英九外交政策，甚至国际外交政策，唔是讲甲台湾的外交含国际足侪国家来交往问题，是应该上重要是对中国的外交的问题。啊，这啊是马英九的外交的主轴，但是咱来看过去到现在是中国对台湾的打压，拢相共的啦。啊，扁时代相共，啊，这个马英九时代相共。比如讲李登辉时代是讲特殊的国与国关系，哦，中国啊超跳起来吼。啊，袂讲台湾总统大选是1996年啊发生这问题，啊，讲飞弹吼来恐吓台湾。啊，所以啊扁时代也相共啦。只要台湾在走出国际舞台时，拢打压。啊，马英九也相共啊，伊马英九外交水平也不一定是安啦吼，所以咱才有这吴钊雄啊，伊啊把做主秘的副代表叫副代赛啦吼，啊伊登记来吼，对中国的研究足深吼，啊来看是讲中国对台湾打压，啊中国对威胁的是，啊马英九政府是安那来应对来，很强。